中华财经台。观众朋友，午安，欢迎收看《指数先生》。今天是不是很精彩？你进场人啊，几乎都被扒。这种盘是所谓人为盘，啊，人为盘，就他高兴怎么玩就怎么玩。那你进场就是被人家玩假的。好看一下，开盘前8:08，好，这用 LINE call 给我的会员，今日台指04支撑在8600，压力在8750，有没有来看一下？最高8748。最低8598，最低8598，最高8748，就是所谓的高手的姿态。你要不要想不想成为那种高手？礼拜六来，我告诉你，好方法是怎么样可以达到这种境界。好，这个书本上你是找不到的，好是没有的，好你在别人那边你也学不到的，好目前市场上只有我办得到，哎我只有一套哦，我只有一套，我不是很多套哦，这压力支撑我就这么一套哦，我没有说很多套哦，不像有的人好12套的，我没有那么多，很抱歉，我就这么一套，要不要想不想你这个做决定，让你提升你的啊所谓的程度，也就是。不管你现在在哪个阶段，你一定想办法让自己提升到这个先知先觉的这种程度。你做不到，那你在期指部分，好建议你良心的给你建议，不要玩。你再多你都不够输，好不要玩。要你就达到这种境界，不要做不到就不要玩。好，给你良心的建议，好你不可能赢的，好不可能。好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，永远都不可能。好，这是很残酷的事实，没有办法。好，先讲个小故事。有一只小鸟在树上，在那唱歌，叫得很漂亮啊，听得啊非常的美妙，歌声非常嘹亮。哎，有一只猫，它想要吃它，就躲在树后，哦，它看不到的地方，啊，就称赞那小鸟：“小鸟啊，小鸟，你的歌声这么美妙，好。”可不可以下来让我看一看？好，哦，你是长得什么样子？啊，结果小鸟感觉到哎不大对劲，那他就啊好摘了一只树枝，还有树叶，又往下丢。丢下去的时候，那只猫以为是什么？是小鸟飞下来的，就跳过去，马上一口把它咬住。这时候小鸟就说的：“我就知道你不怀好心。啊，自从我在你猫咪的大片上面看到好小鸟的羽毛之后，我就觉得。”好，随时要小心，要提防。观众朋友，这就所谓的我们讲的经验。你没有我告诉你，好，你自己去学习当然可以。好，你可不可以做到这种境界？我不知道，看你的造化。那我30年的经验，我也是跌跌撞撞这样过来的。你不需要再跟我一样走同样的路。我的经验告诉你哪些东西可以用，哪些东西不能用。哪些东西你不用看，你根本不用看，告诉你这是所谓的经验，好，你不需要跟我一样，啊，你学到正确的，你走路往前走，你就可以达到目的。那旁那个啊，歧路彷徨，那让你乱走，很抱歉，不是学的越多就越好的。好，你看我在这边做解盘，你是不是很多东西我都没有讲，对不对？和你所知道的是不一样，我没有讲的代表的是垃圾消息，你不用去看，你也不用去听，学的没有用，对你没有帮助的，反而对你有害。当然我这样讲很多人会听不进场，好，听不进去，为什么？那是你从开始学习好最重要的东西，可是啊，我通通没有讲，我没有讲代表的东西啊没有用的。好，你能够接受你就当做参考，好，你实在没有办法接受，很抱歉，好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好，功夫就这么一回事。我一直在讲方法，
并不是说学的越多越好，而学的要精，而学的要对。好，对，同我在这边，好，30年的累积的经验告诉你，好，方法就这么简单，重点就在于你要不要学，想不想学，好，不在于别的，你的决心有没有这种决心？学着真的很辛苦，好，并不是说像你随便看一看，花个啊一两天，或者说花个一两个月，你就可以达到这种境界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我先坦白告诉你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你想达到我境界，只要达到我这种境界，你就必须要啊每天去复习，每天去什么去看盘，这个阶去做分析，你才慢慢的可以做进步。不然很抱歉，好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好，我也讲过很多次了，你进场我也进场，好，主力大户他们也进场，你凭什么？你拿什么赢过他们？你的功力没有赢过他，很抱歉，你进场就是被人家宰的。好，很抱歉，偶尔例外会让你赢一次，讲得难听一点，那偶尔赢一次，让你赢一次是故意让你赢的，这就是所谓的啊，庄家不会让赌客一次死光光，偶尔让你赢一下，你才会继续的玩，不然啊，你每次玩每次输，你就不玩了。好，为什么让你玩让你赢，就是让你继续的玩，让你输了更多。好，这是所谓的赌徒心态，抓住这种心态，人家会这样子做。好，像你今天所看到的，为什么这样子诱多一直诱，然后一波直接急杀，让你跑都跑不掉，只要没办法，这时候人为盘。所以呢，把自己的功夫学好了啊，程度给提升的时候，你自然就可以知道，哎，当你下单下的错的时候，你可以马上出手，好，顶多那种亏损就一点点，好，5点10点不对就赶快出场。那你可不可以知道？那你现在不知道，还在等红灯绿灯，很抱歉。就像今天，跑的来得及吗？当你看到绿灯了，抱歉，100点你不见了。好，这种盘会出现这种状况，尤其是在看怎么样，叫变盘点，好，经常会有这样种情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走势。好，目前下跌34点，好，成交量629亿，预估量827亿，开高拉高之后呢，直接急杀，然后慢慢盘跌。好，我们看 K 线图，整个 K 线图走出来是个黑棒，并且是属于长黑棒，突破这边的高点之后呢，直接往下杀，并且量是增加的。还记得吗？这边告诉你会这样子震荡，对不对？会震荡就是会震荡，哦，它不会直接我们讲的大涨，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要大涨，要大涨早就大涨的，什么意思？要大涨的话，这边就大涨了，就直接上去了。那这边为什么不大涨？就它的目的并不是要你大涨，它的目的是要出货。目的要出货，那他出货要有人买呀，好，股票又有人卖，要有人买，有人接手才会成交，啊，没有成交是卖不掉的。那现在他最大的困扰就是卖不掉，那一定要等什么？等外资来买。那法人现在也没钱啊，只剩下外资有钱，只有他可以买。所以为什么要拉高？拉高他才会买嘛。为什么不杀低？杀低他就跟着卖了吧。所以啊，为什么不杀低？你要清楚人家为什么，这就是你要叫什么？我们讲的，你要达到这种境界的话，你要先知道，好 ，K 线图背后隐藏什么事实？好，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你所看到的 K 线图，还有这个量，它背后隐藏什么事实？当然，更精确的话，要加什么？加平均线，因为平均线加上去的话，整个糊掉，好，看得乱七八糟。所以我把平均线给去掉了，好，这样子的话更好分析，更准确。那一手看到它背后隐藏什么事实，代表人家做什么动作啊？当然，很多学基本分析的人说，老师，这个技术分析都是讲以前的，哦，历史，错的。这个历史隐藏着人家背后未来打算着做什么动作，这是我的布局，就跟我们啊下棋一样嘛。好，不管下什么棋，西洋棋也好，象棋也好，围棋也好，你在下棋的时候是不是先布局？那你现在所看到了，好，这些我们讲的形态，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形态是人家的布局。好，我们不要去想说这都是历史，错了，这都是啊
人家的布局，人家布什么局，代表了他下一步要怎么走。当然，你现在功力也不够，那你是一定看不懂的。好，礼拜六来，我告诉你，好，你要想要知道，我们讲未来的趋势是这一本，好，是这一本，他会告诉你，好，人家在布什么局，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，是在真正的你要去学习的方向，学到就你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要学习，你也可以不学，好，在于你，好，在于你，你现在的选择牵扯到未来。以后你的生活，就跟你现在还在看电视找老师，是5年前、10年前，甚至20年前你的选择，因为你没有花时间、花功夫，好、哦、去努力的学习，所以你现在需要看电视找老师。那你现在不学当然可以，那未来5年、10年、20年后，你继续考、继续找、继续看吧。好、哦，跑不掉的，放心，跑不掉的。好、哦，没有我给你这些方向，你到外面看这么多。怎么去找？哪些是有用的？哪些是没用的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吗？10年前你不知道，10年后的今天你也不会知道的。20年前你不知道，20年后的今天你还是一样不知道的。再过20年，你一样会不知道的。你现在看市场上那么多分析师，有哪一个可以达到我这种境界的？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我可以做得到，代表我的方法、我的方向、我所使用的方法是正确的。那其他的，如果他们是正确的，他应该比我还厉害，有没有？没有，那代表说他们所使用的东西是错误的，正确的东西在这边，正确的东西在这边，看你要不要，想不想学到就你的，好，学到就你的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入广告，下段节目更精彩，不要离开。天气好冷，不知道要不要做。学长，我好想吃泡菜锅。学长，还有泡菜吗？想吃泡菜锅，规定扛过来。行情好赚不到没有用，行情差守不住赔更多。真功夫、真本事、真获益，指数高手进阶班。4月23号星期六，何老师亲自传授，指数学到高手。功夫天下无敌，指数高手进阶班预约报名：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今天就以比赛开始，两人一组，立刻行动，快上华文街网报名。行情好赚不到没有用，行情差守不住赔更多。真功夫、真本事、真获益，指数高手进阶班。4月23号星期六，何老师亲自传授，指数学到高手。功夫天下无敌，指数高手进阶班预约报名：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守不住赔更多，真功夫、真本事、真获益，指数高手进阶班。4月23号星期六，何老师亲自传授，指数学到高手，功夫天下无敌。指数高手进阶班预约报名：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头皮老化速度是皮肤的6到8倍，你需要萌发566洗发精，激活保湿力，毛根再复活，防止头皮老化，亮感升级，蓬松有感，头皮年轻化，萌发566洗发精，萌发发发发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
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直接看棋子。好，今天的棋子走势，开高，震荡震荡震荡，洗一下盘，然后直接做拉高。这个拉高是所谓的右多，这一路在右，一直在右，之后呢，直接往下杀。好，直接往下杀。怎么去分析？好，怎么去分析？好，我们看一下短线的 K 线图。好，这是一分钟的 K 线图。开高之后，震荡、震荡、震荡，直到它又多，然后洗一下，再洗一下，结果呢，没有洗出场的，好，它继续来做拉高，是不是啊？突破这个高点了，那突破高点的时候又不走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模式？那是二号天井，大家看一下，二号天井高点出现，天井出现做拉回，这所谓的自然修正之后呢，往上再走高，第三个点突破第一个点，好，但是突破没有很多，之后呢出现所谓的急杀。好，那来到第三个高点的时候，是不是跟我们早盘的预期好非常的一致？压力在多少？8750。好，那最高点多少？8748。在这边高点做震荡的时候，那这个高点是不是啊？第三个点，那第三个点它又走出什么模式？好，刚才也说看到了哦，这是二号天井的第三个点，那这个第三个点属于尖头，那尖头走出了什么模式？好，非常的小，它属于三号天井。好，它属于三号天井。好，注意看，大家看一下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出现三号天井，所以呢，最好的空点好9:26，好8745。建议当冲单8745或其附近市价放空，停损25点，8745。好，会员收到的时候是9:28，有没有空到？没空到，很可惜。好，28分收到，但是呢，我的单子是26分就送出去了，因为好行政收到之后，他还要打字，还要 key in， 然后再传给好扩讯公司，扩讯公司再发出去，所以会 delay 2分钟，没办法。太快的变动的太快了，所以你看到28分直接杀下来了，直接杀下来了。好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好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我该做的已经做到了，可是呢太快了。好，2分钟这个抵得到了，所以呢好今天没有空到。好，非常的可惜。这是所谓的我们所看到的。好，我们所看到的三号天井，它是出现的非常的小。好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什么？天井中有天井。你刚才所看到的二号天井，好，再看一遍。这第一个点，这个第三个点拉回来自然修正之后呢，往上再走高。第一个点、第二个点、第三个点，那第三个点高点的时候出现什么？出现三号天井，大天井中里面出现了小天井，这真正的重点。所以，好、哦，没办法，好、哦，我们速度已经很快了，好、哦，那个最佳点看到的时候马上出去，可是来不及，好、哦，来不及，他连2分钟都不让我等，没办法。所以就知道我们要知道人家为什么这样子做，好、哦，这个天井一直在讲。天井出现的时候就是找空点，那天井一旦出现的时候，手脚要快，要找那个所谓的聚集点，这个就是聚集点。你现在所看到的26分，这个就是聚集点，可是它变动的太快了，来不及，直接往下杀。好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要是想做到这种程度，想要达到这种境界，你就必须要自己去下功夫。当然方法可以啊，可以，我们讲的有捷径可以走，这个捷径并不是说你可以少学一些东西，不是的，是可以让你的学习曲线缩短，让你的时间缩短，你不用再像我以前一样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摸索，
好，大家从失败中啊去学习，好，别人走过的这些冤枉路，你不用再走，那缩短你的时间，你就可以让你更快，好，更快的达到这种境界。那如何更快？方法都在这边，我帮你找好了，我帮你找好了，好，狙击点在这边，什么时候空，什么时候多，好，在这边，学到就你的，好，这个市场，好，就像什么相扑一样，好，它不是靠蛮力的，它是要靠技巧的，是要靠谋略的，是要靠方法的。你做不到这种境界，代表说你的方法是错的。好，不管你学了几年，20年也好，30年也好，40年也好，50年也好，你没有达到这种境界，代表你的方法是错的。好，你的方法对的话，正常来讲，好，10-20年就够了。好，10-20年就够了。那你没有达到这种境界，代表了你以前所使用的方法，很多观念是错的。当然，你可以不认同，啊，没关系，你就继续按照你的方法去做。那你想到这种境界，只要告诉你三个字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你的方法错了。就像走路一样嘛。好，你要达到一种境界，你要走对的路嘛。你路子走对了，你才达到目的地啊。那你走的方法、使用的方法错了，正确的方法路子是往这边走，可是很多歧路，你偏偏去走这些歧路。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，你现在所使用的，一天到晚红灯绿灯，一天到晚黄金交叉、死亡交叉，有用吗？好，再看一下。今天你再看这个有机会让你空吗？好，我把5分钟叫出来。杀下来的时候他才变什么？他才死亡交叉，那已经啊来不及了。在高点的时候有没有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讲得难听一点好了，好，你用看盘机，好，你用这些指标的，人家也是又按照这个来做，就是不给你机会。好，以前也不给你，现在也不会给你，以后也不会给你。你有看盘机，人家也有。好，所以的你看到每次啊上上下下的时候，那个幅度都50-60点，因为人家很知道，人家知道你的停损点就20-30点，就是把你扫出场。好，这是故意的，我也讲过很多次，这是故意的。因为人家知道你的谋略，人家知道你的方法了，就针对你，针对我们讲的程式交易。所以你不要傻乎乎的，你认为说你用那我们讲看盘机，你可以当赢家，永远不可能。我现在都告诉你答案，永远不可能。好，不可能是因为那个是用什么设计出来的？看盘机用什么设计出来的？就是用指标设计出来的嘛。好，一个是 KD， 一个是 MACD。好，看哪家公司设计的，这不一样而已。好，快一点的就用 KD， 慢一点就 MACD。好，5分钟，好，或者10分钟，或者3分钟了去设计的，那你自己看指标就好啦。你买那干嘛？买那些垃圾干嘛？拜托，如果这样子就可以啊，发财的话，大家都发财的啊，轮不到你了，好不好？有金矿、有银矿，好不好？人家会告诉你吗？别傻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到你所使用的那些工具能用吗？不能用，那怎么办？你要配套嘛，你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啊。那这些配套措施就是你要看得懂盘，你看得懂盘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这种困扰了。好，就像今天，好，来到高点，指标还没有翻空，我就告诉你这边要空的，这边要空的，只是啊它变动的太快啊，这个速度太快了，你不用等它走出来，你等它走出来就是太慢了。你要找那个点，那个所谓的聚集点，这太慢了。它聚集点在哪边？都在这一本，就礼拜六要告诉你的，就在这边。学到就你的，好，如果可以看得懂，好，并且知道，让你知道，啊，你进场的时候到底是对还是错的，啊，错了赶快出场，啊，错了赶快出场，啊，对的就放着没关系。好，所以在这时候重要啊，重点，好，你是不是高手在这一点，在这一点，而不是啊买一点它卖一点，那比较其次哦。而是进场之后，你到底可以马上去判断啊，你这个进场点是对还是错的，这才真正的高手，这才是你先去学习的，起码可以让我们这个做到怎么讲？好，赢不赢另外一回事，起码先不要输。好，现在做好这一点，先保护好自己，这才真正的你要去学习的，就是所谓的方法。这些方法就像钥匙一样，进去
一声它就开了，你没有钥匙，你没有正确的方法，这个锁你拿榔头去敲，你拿起子去挖，有用吗？没有用的。这个市场，好，我也讲过，像香铺一样，是要方法，需要磨略的。一旦你知道这些方法，你会了，这个市场就变成你的提款机。有把握再做进场，没把握你就看戏就好了。不好做的盘子就看戏就好了。不需要进场。有把握的时候进场就变成你的提款机，你要多少这个提。这个三真的你要去学习的方向，而不是每天冲来冲去没有意义的。这样子操作，你想当赢家是很困难的。那更不要用到那个看盘机啊，红灯绿灯啊，这个被人扫来扫去啊，就像今天昨天这几天是不是一样，以后是不是一样，一样的。因为人家主力，人家大户，人家知道现在使用看盘机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那刚刚好。他的你有一台，他也有一台，你的所有动作他都清清楚楚的，所以呢他针对于你把你扫出场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市场市场的重点在这边。你要先知道方法之后，你就可以知道未来他人家布什么局，你就不会啊，你就不会说骗了。谢谢收看今天节目，跟你凑合这里。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成家让一个人变成一家人，从此为爱出发。欧洲年度最佳 MPV Citroën C4 Picasso。 Citroën行情好赚不到没有用，行情差守不住赔更多，真功夫真本事真获益，指数高手进阶班。4月23号星期六，何老师亲自传授指数学到高手，功夫天下无敌，指数高手进阶班预约报名，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哇，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 Q 弹？因为我有沙拉沙拉水茉莉，日本专利玻尿酸，洗澡就像敷面膜，超水美肌，天天谈恋爱，真的好弹！沙拉沙拉水茉莉沐浴乳，行情好赚不到没有用，行情差守不住赔更多，真功夫真本事真获益，指数高手进阶班。4月23号星期六，何老师亲自传授指数学到高手，功夫天下无敌，指数高手进阶班预约报名，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夏恩英语100%外师授课，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， 夏恩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，全国分校招生中。行情好赚不到没有用，行情差守不住赔更多，真功夫真本事真获益，指数高手进阶班。4月23号星期六，何老师亲自传授